预备试。起试。左右野马分鬃。白鹤亮翅。搂膝傲步。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十六式太极拳，拳套共分四个段落，下面我们开始第一段的分解教学。预备式，两脚并拢，身体自然直立，肩臂松垂，虚灵顶劲，气沉丹田，目视正前方。起势，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两臂前平举，与肩同高，屈蹲，下按掌，按至腹前，左右野马分鬃，收左脚抱掌，左转上步，弓步左野马分鬃，斜分掌，后坐摆脚，收脚抱掌，右转上步，弓步右野马分鬃，斜分掌，白鹤亮翅，跟半步抱掌，后坐左转举掌，虚步斜分掌，就右掌掌心向下，左掌掌心向右，虚步注意前脚脚掌着地，脸臀圆当，搂膝傲步，左转翻掌，右转收脚举掌，左后方45度角，上步屈肘，弓步搂推掌，后坐翻掌摆脚，收脚举掌，上步屈肘，弓步搂推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的四个动作。进步斑斓锤，如风似臂，单边手挥琵琶，现在开始第二段的分解教学，搂膝傲步，
进步斑斓锤，后座翻掌摆脚，收脚反手握拳，上步扳拳，摆步揽掌，上步收拳立掌，弓步打拳，进步斑斓锤。好，正面看一下，都需要步，后座摆脚，收脚握拳，上步扳，摆脚揽，上步收立掌，弓步打拳，最。